曾经有人讲过，人左手无名指是有一条血管直通心脏，在为对方戴上承诺的瞬间，就可以通往彼此的心。这一对圆圈不单止是我们之间的桥梁，它更加是一种爱的承诺。经过这么多年你的高低起跌，今日我仍然捉住你双手，一起去兑现你个终身的承诺。